一个从武汉的这个爆发中，应该是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对于就是公民社会啊，他们的这些爆料啊，还有这种对这种疫情他们的就是说在社会媒体上所传播的有关的这种信息了最好呢就是还是就是。不应该就是采取那种打压的手段更多的就是应该就是说把它看成一个就是提醒政府在这个疫情监测这方面能够做出更一监测和这个反应方面能够做得更快，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是不应不要就是说这个禁言了而应该把这些就是说包括《新京报》的这些，如果是真实的话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这些报道或者这样说辞呢，就是说还是把它就是说尽量就是说我觉得是对官方来说不应该采取就是说我们说的禁言的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质上只会加剧恐慌，实际上对这个疫情的处理也是不利的，其实。